炸出来了，嗯哼，好吃吗？但是有点烫，我待会再吃吧。哎，这烟雾是，烟雾是正常的吗？在那个柜子里，吃了吗？我跟你说，它那个味道再研究一点的话更香。那就现在就开始腌了，嗯。我吃一口。哇，这个有点意思了，这个有点，这个有点意思。烫哦。好吃啊。味道是在的。嗯？它的味道是在的。是淡的。是在的。对啊。你们待会儿尝尝看我今天卖的炸鸡翅怎么样，味道。等一下吧，我要用那个再烤。但是这样弄好麻烦，好慢啊！有没有什么比较快的方法？我知道了，油少一点，火小一点。对，油少一点。我跟你们说，因为我每次看他们是怎么样哦，这还能再给我一点油吗？一个球，一个弄成球，球然后放下去的时候马上压平它。直接球先进来是吧？哦，我每次看他们是这样子啊，就是球，然后直接下去的时候直接压平。是吗？用什么压平？就用那个他们每次煎那个锅的时候，会有一个类似那种铲子。不用试一下。Let's get it。好吃的。哇、哦，哎，好像是这样哎。再压狠点，再压狠点。但是我觉得可以再入味一点。嗯。特别到里面的时候，那就所以可以要腌久一点。Bro， 来吃个鸡翅吧。最后这个不要了 ，Bro， 够了够了。我要吃鸡翅，你怎么不让我吃个鸡翅呢 ，Justin？ 你吃啊，就是最后一个了，你让我跟子怡怎么办？你吃两个，我不吃你吃过的。你个人吃两个 ，Justin， 你自己说怎么办吧。赵云做，你现在马上做，你做不好，我今天打断你的腿 ，Justin。我不信你敢打断他的腿，我不信他今天做不好。啊，好吧。那请做不好，快！这世界很酷。